防盗龙看着族人特务的各种差事的老鲜肉叶荣，丧夫还有两个小孩的悲苦女人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战争年代，战争中只听一声炸弹声响，尸体遍野。叶荣15、16岁的时候就被母亲安排了一档亲事，嫁给了一个男人，生了两个女儿。在炮火硝烟中，她抱着小女儿冲出来，找到了大女儿，却看到了丈夫被倒下来的石头压死，人间不拆呀，请允悲。她的婆婆怨恨她克夫，想着将她和女儿卖掉，真是我火呆。她便跟着逃难的人群逃到乡下的母亲家里避难。月荣托裘大姨去走黑土买卖赚钱，天了路。他冒着险在过海关的时候，放着黑土，混着冰糖云片糕，准备混过关，被警察抓住。放在当时的情况，会被抓到大牢里。阿龙在听到这个女人全家四口都靠着他养的时候，心生怜悯，放走了月荣。阿龙除了当警察官，还是一名特务。在一次执行任务中，遭遇日本鬼子做了俘虏，队友被杀害，任务失败。他被保释出来后不想再干，却被威胁不准退出。同行老大想吞并他的官粮，派人暗中追杀他。阿龙妻子阿玉逝世的时候，月荣来造访，又一次见到阿龙，两人因为彼此家庭的相似而心生相惜之情。后来阿龙去月荣家里提亲，却被他的母亲拒绝。走出门的时候被仇人暗杀，他捡得一命逃回家中，将孩子托给父亲让他们逃亡。月荣差点被土豪抢亲，又逃到上海。逃难中的阿龙因中枪被阿华拯救，两人结伴去了上海寻找月荣。阿龙贴了许多寻人启事，月荣托人去安徽四处打听阿龙消息，但彼此都没有找到对方，真是心碎了一地。战争胜利的时候，阿龙在公交车上发现仇人，在准备与之厮杀的时候，不经意看到窗外的月荣，敲开车窗跳下去拼命追，也不顾身后人的枪击。后来他倒在雪地里，血染红了白雪。月荣随着围观的人终于见到了这个日思夜想的男人，他当掉所有之前的东西，去黑市买血给阿龙换血医治，并悉心照顾他醒来，心酸的泪流满面。后来他们又经历逃亡，阿华因为要帮共产党办事留下来，在检查过关的时候被发现是运送定时炸弹，最后死在了枪弹之中。月荣本想让母亲和女儿一同逃亡去香港，但母亲却在战乱中忽然不愿再奔波了，想留下来。月荣不忍心就这样放下他们，便答应跟道龙分别，等到将母亲女儿安顿好再去香港和他会合。后来月荣偷渡过香港，在途中被扔下海，好在道龙跳下水找到了他，两人终于再次重逢，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并在38年之后终于与阿龙失散的儿子相遇。38年呢，这恐怕等的快哥都生了好多猴子了吧。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，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。